19日下午，罗志祥通过微博晒出一张自拍，并配文写道：剪了头发，剪掉烦恼，重新开始。照片中罗志祥穿着彩色毛衣，对着镜头微笑，头发两边剪短，十分清爽。此前罗志祥工作室发表了一则声明，表示由于未来生涯规划不同，罗志祥将退出合作了12年的品牌，并将其交由他人全权掌舵，感谢各位长久以来的支持。稍晚，罗志祥本人转发了这条微博，表示3月我将会带着我的专辑回归舞台，就让它回归原意。